今天开通的是兰考南至庄寨段，这标志着日兰高铁的全线贯通，从原来的3小时39分钟缩短至现在的2小时26分钟，大大缩短了两地之间的一个多小时的通行时间，方便了两地居民的来往。我以前出差过来，反正是都是要倒车，然后时间呢，比现在要长很多。然后呢，现在这趟直达省了1-2个小时，时间非常快，便捷。兰考到日照菏泽，今天这个高铁首次发车，首先感到啊，沿海城市的一些客商啊，还有各地的客商到兰考来做这个投资啊，还有做生意啊。都拉近了很多的这个很多距离，以前这个10几个小时车程，现在2个多小时都到了，所以说这个有助于兰考的发展，也让兰考的这些这个群众啊也出行更方便了，也把这个时间大大的缩减了。